是咧啃手榴弹哦？无啦妈，迄物件吼都变甲硬壳壳的，啊，都只无提好势，溜手去啊啦。唉，较欢喜的啦，恁后生哦，总算是有某啊，上要紧的，嘛是完成国庆的心愿啊。啊，迄个宋丹青，伊明明就是假的啊！我真正想无呢，迄子孙，伊明明就答应我讲要去甲老家的李千金相亲，哪会雄雄甲我不接出嘞？我看子孙就会知影，你会反对丹青啊，佫不爱违背咱的要求，不得已才答应。而且你家的动作嘛，伤慢啊啦，甲呾也袂甲人约好，敢毋是啊？哎呦，我佮你等人安排啊。总讲一句啦，今嘛无相亲啊，你都爱请迄个赵女士。紧甲对方讲一下，唔当让对方认为咱无礼貌，有听到无？有啦，来啦，把这洗好的白菜切切咧，我嘛来做一个抗癌料理。我会记得之前我捌看过迄食谱，哎呀，刚好放喺度。菜是甲你有冤仇啥？哦，我都挡袂牢嘛！因两个人明明就是咧搬戏，我都唔相信嘛，你看袂出来？什么叫搬戏啊？你爱因证明互你看，因拢做甲到啊，你搁爱因安怎哈？迄拢是假啦！迄宋丹青哦，绝对咧笑笑咱林家的财产。进前迄小米来，你嘛是安尼讲啦？妈。你安尼讲无公平哦！迄个时阵，咱两个人是徛江边的。迄当阵，咱也无甲阻挡，反正都袂有迄款的悲剧发生啦，嘛袂害子孙哦，遮尔痛苦行袂出来。哎呦妈！迄子孙会行袂出来，迄是因为迄个小未来去拄着小的啊，小嘛料想袂到会发生即款的悲剧啊，所以啊。今嘛就无简单，子孙的身躯边有伴，不管安怎，我拢绝对袂温顺，搁行同款的路。我嘛希望子孙会当好啊，啊，不过这宋丹青好啊啦，清官拢男断家务事啊，感情的代志，谁个会当讲了准啊？当年我敢有用一家之主的身份，也袂阻挡代志发生啊。为你即马单亲已经入门啊，你着先去掂掂，安尼对大家拢好。也若无，你为着家己偏见，伫遐吵吵闹闹，甲单亲逼走，你是要看国庆抱着危险到最后，搁逼子孙去看心理医生哦？好啦，我知影啦，知影就好啦。等下吼。咱大家新妇吼，就顶只卡手嘞，规家伙啊，好好庆祝一下，你也较笑面嘞哈。计有关注，我阁希望子生会当弄只成真嘞，安尼唔那伊家己感情会当有归宿，凡事国庆，嘛因为欢喜安慰病情会较好。阿妈、爸，晚安。大家嘛差不多忝嘛，那呢，丹青，咱先去房间啦。丹姐啦，来来来，时间还够早嘞，啊，我想要加了解我的新妇一下，啊，你应该还袂忝吼。我实在吼，真好奇呢，啊，你甲阮子孙是安怎天雷勾动地火的？你敢会当讲给我听看卖嘞？咦，阿嬷唔是有讲过，暗时爱食西瓜，半暝爱反症。妈，你较特别呢，一顿饭哦都随反症。对啦，妈，啊，今日是我甲丹青的洞房花烛夜，你跟我呛人啦。对啦，妈，我嘛真想要甲你培养感情，啊，不过因暗我是属于我老公的，春宵一刻值千金嘛。那呢，我先来给你房间啦。好，晚安。
晚安。小星星，啊，我妈告诉你吓惊着啊？无啦，我知影这是大家甲新妇下马威，我来进前有收惊过。妈妈妈妈妈妈，我正在直播啦，你跟我粉丝拍一下招呼好不好？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彤彤的妈妈啦。安怎？你妈跟我说的？应该是无。啊！多谢你妈哦，这么甘愿呢，我想伊绝对会阁出招。你现在要锁门？这是我的房间啊。当然要锁起来，那么要跟我妈查房哦。你到底是要创啊？哎，哇，你丢狗哦！要和我林家绝子绝孙哦！你才丢狗嘞！你忽然间要对我费力创啊啦！我拜托你啦，你神经线较硬的啦，我若是这种人，你会跟我合作？我哪知啊？问你，你我拢不爱讲话，这是我自然反应。哦我只不过来我的三度提物件，你挡着我的路啊啦！这边是我的，那边是你的，不要直接讲就好啊。我惊寒，棉被搁加一条。歹势，是我的，我较惯烧一两捆啊，你千万莫搞客伤啊。啊，这碰衣不是我睏的哦。以后你就要面对我厝内底的人，因都无好应付，尤其是阮妈，你就要睏有把柄，才有法度。若是乎你睏一个碰衣哦，睏一个闹钟啊是安怎？啊，未替我做工课，就申请工伤，我给回去。那呢，这边怎么是我的啊？这地盘较灵好啊，下斗三工。你真正要挂起来哦，迄个外好看啊，敢那放伫手机内底干无？迄只相片哦，是为了许时代欢喜才做的。唔想看卖啊，那迄个外辛苦。哎，这努力哦，爱互因看到才会认真。两位现在一起来亲狗狗。好。你怎么跑出啊？你一定是超工的。是你动作伤大啦，把狗狗惊到，我才会无注意到啦。哪有可能无注意到？你就是超工的。你想伤济啊啦，真的有可能？倒位无可能？你就是趁机会要甲我揩油。你真正水命嘞！我看哦，你才是超工的啦，不准去。安尼较自然、较趣味，才会参像阿阿婆啊。那你这张嘛洗出来？是摄影师送的。我想讲老的啦，会当提醒你甲我哦，莫一见面就冤家，较免互人看破卡手啊。啊，唔多真多谢，做你放心，定紧我已经收啊，我才袂甲自卑滴过。不管怎讲啦，我是真感谢你甲我斗相共。我看到我阿妈跟我爸那欢喜的表情，那是开偌济钱都买袂到的。
咱只是各取所需，无啥细东西啊。哎，对啦，手机的代志你要赶紧处理，啊，若无你妈搁要提这件代志来找麻烦。你先跟我过来。这医疗就是你的青涩角落。你讲这东西，每一项物件拢是新的，嘛拢是你的。你讲这拢是我的？你应该在这住足久的，但是无一点仔归属感，人就艰苦。伊就需要家己空间啦。你哪会知影？照我的经验，一个人若是无家己的空间，就变较焦虑。甚至影响家己的健康，所以哦，这是我替你准备的啦。抱歉哦，我煞袂记有人讲我是用玻璃盾。我毋是这個意思。你若忝，别坐底下，让医生辛苦。这个林子顺。虽然是自恋有个毒舌，但不过至少有够淡薄良心。慧丽，我无爱相信啦！你为着之前的那段感情，你痛苦遐尼侪年，你甲伊才四十外久啊，讲你两个人是相爱结婚的，鬼怎会相信啦？为着之前那段感情痛苦几落年，看起来这个人够有情商嘞。像我前任呐、啊，我该叫你大汉呐，一寡情商应该真正常。为着阮爸的病，我只好结婚。你敢会怪我？不准许我甲你约束。别来。